恭喜！我们美丽的单亲妈妈，皮肤很好哎，真的。哎呦，这么漂亮的老婆老公怎么舍得把你抛弃？是你抛了他，还是他抛了你？没有吧，他年龄也差比较多，有代沟。他比较老是吧？大我16岁。他你16岁，你还嫁你疯了？那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去爱上一个大你这么多的人？ 因为我单亲嘛，因为小时候有家境不好，我想稳定。哎，你娶某呗？啊，不会啊。啊，阿妹娶某，那要紧啦，每人我做。你变成跟妈妈，一直变成社会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单亲妈妈带着小孩真的很辛苦。啊，你现在自己在外面做职场的，没有，职业妇女。要做生意，做什么生意啊？现在要开果汁店。所以要卖果汁，你可以做一个果汁西施，漂亮的。好，请问你要带什么东西来？ 嗯，算无价吧，在我心中。哦，这么重，无价的，是跟婚姻有关吗？没有。嗯，啊，那是婚前的，是婚后的东西？婚前。嗯，婚前的无价的东西啊，到底拿什么婚前的东西来？尤其是长辈的东西。对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这个无价的商品到底是什么呢？ 哎呦，这你那讲的吧，怎么会是阿嬷的？就是阿嬷买给我的，在我国中毕业。对，他怎么会买个男生的东西给你？就是以前年轻比较中性，就是他希望我们读书，没有不要休闲，他希望我们就是用功读书。这个还是太男性化。这个哦是不错啦，啊，这个地方是怎么了啊？修修一郎修二修等这个把起来。可能不是啊，那哦。慢慢怎样？我们大概来看一下，虽然那有点瑕疵，背的部分呢，但是我们这样把它这样重新。啊，你背吧，你背。来试试看，说它到底是牢不牢固哈？哎，其实还是不错。来走秀，走秀来，阿庞走秀。 耶！哎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啊，帅呢，美败呢，哎，这个还是很不错看的，哇哦，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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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觉得呢？哦，我以为你看到这里来了。我们说房子我没有另外，就那边就要换摄影棚，没有把装潢拆回去装我的店。哦，我们的报警就贵了。好，所以到底要什么烤肉煮吗？烤肉煮好了，真的决定了，因为可以跟大家聚在一起啊，珍惜啊，真的，而且亲戚朋友、小朋友也可以一起烤，对，小朋友、同学、老师也可以一起烤，不会，你还是卖好一起烤啦，哎，他家离炉边呐，他可以一起吃啦，这台连我都想要哎，有各式各样的置物柜啊，放食物的地方啊，还有沥油的地方啊，等等哦，这油还可以把它拿来炒饭等等，下饭的鸡油饭呢，如果是烤这个简单的香肠，就这样就好了，赞。但是如果要烤整只鸡啊、地瓜，就这样把它盖起来，很闷一闷就比较快。不够赞，想不想要？想。赞，哎，这几台贵也蛮酷呢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用这个背包来换这个三炉头箱型台车烤肉炉，到底能不能成功？马上来进行锣声哪样？锣声若响的游戏规则是两人一组，一人将球丢出之后，另一人需用头顶球的方式来敲锣。60秒内若能够成功敲锣8下，就可以顺利过关。漂亮的单亲妈妈能不能够通过锣声若响的考验，用包包成功换到三炉头箱型烤肉车呢？台车烤肉炉给搬回家，就现在马上要进行我们的楼下哪样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你丢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你丢不好，它就打不到，对不对？也逃，那边的萝卜坑也逃，你拱个就摆啊。这虽然它是软球，它被巩固嘛，也不舒服嘞哈。也还好啦，是软的，是软的哈。到底它有多么不容易呢？摄影师不要被我拱丢哦。就这样。就这么简单哦，好，好，马上啊，锣声哪样？计时60秒哦，啊，的投到那个锣8颗就算数了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碎了啊，不错不错哦，哎，你别啊，不要被冲啊，哎，不要踢球，我没办法，哎，我放流啊，放流啊。
拿球给他，你就管他。啊，谢谢。好。啊，不丢，哎，三十秒，再给你。加油啦！加油加油！快要到了，快要到了。哎，有了！差一点点，差一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不不不不不，也不错，哎，加油都没有，但是要准要准要准。我没有经过制作人同意，我帮你们哈，哦，现在只有一颗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急救嘛，拖能聊吧，五名助姐，我们二十秒给郭兴来帮你们，好不好？